台东农改场在10月27号将举办乐活农业体验趣活动，会中将有一系列的 DIY 活动，而除了有烘焙之外，更有优质的农产品展售活动。我们农改场呢，在11月27号哈，有办理一个叫做乐活农业体验趣的活动。那这活动呢，我们有三大主轴了哈。第一个是农业体验的 DIY 活动，第二个是烘焙产品，创新烘焙产品的研发，第三个是台东县优质农特产品的展示展售活动。民众有时间记得可以去体验看看，在活动中有吃有拿也有得买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同来同乐。这些米啊，不同的米哈，我们就可以做成一幅很漂亮的画哈。那像我们的释迦子哈，我们干燥的干果哈，我们跟这释迦种子哈，我们都可以把它创作出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体验更深的农村体验。以上新闻是由张玉成在台东的报道。